所以你看哈，这个庙我是不知道什么庙了哈。你拿起来刚好这两个是一对，那个庙叫做田将军庙。下面那个，它的墙三墙，烽火三墙就没有那么鲜艳的颜色，它是比较淡色的。很漂亮。那跟环境很搭。对，你刚刚在讲阴庙，就除了、啊、这是它的里面的样子。除了正神之外，对里面为什么？因为我去妈祖，我来家都好，这两栋台的都几对。那、啊、就所以以家里五为公，因为我原来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，我去的话我都有拍那些佛像啊，但是都没有都起不出来啊，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没有办法。我拍的时候有啊，出来就没有，所以后来我就不敢拍了啊。这个是因为拍旁边这个画像，因为这个田将军庙它是当地的一个灵媒，嗯，啊死了之后，可能当地人就觉得蛮爱戴他或怎么样，就帮他盖了一座庙。那这个庙神像当然不能放他，因为他不是神嘛，所以在旁边放那个画像是他的画像，这是那个灵那个灵媒的画像，对对对对。可这灵媒好像还蛮现代的呢。没有古代，这没有很久，这不算是应该没有很久了，对对对，不算太久。你看他的穿着，摩嘞，这感觉也清朝了，差不多那个清末明初那个时代，对。然后帮，所以他很特别，就是他里面有一个画像，那是他们其实是要纪念这个人，但是神还是放一般的那些神的像。那所以，可是这那为什么会变成田将军庙呢？因为你既然做了一个庙嘛，你就要去请更上级来测风啊，风做什么什么？那可能跟因为要到对面的岛去，那可能这个路途遥远，沟通不良，结果也不晓得她是个女的，就封她做田将军，哇，不安斗，所以就叫田将军庙。那我们也不知道田将军是谁，啊，所以田将军庙里面封拜的是一个灵媒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呢？这是土地公庙。那个、嗯，那我们刚刚讲阴庙，像这个，对对，爱盖一些，对对，这个是盖的很简陋的哈，哎，这两个也刚好一组，真的真的，你看啊，它叫做老头大王，一个叫刘大王，这个神我们都没听过，啊，那是什么？这浮尸，因为在海岛上很多浮尸，对，那他们有一个，对他们有一个美德是浮尸必葬，就是只要有飘过来尸体，一定会帮他埋葬，因为设身处地，你做渔民，你也可能有这一天嘛，对，所以。不管是浮来的尸体或者浮来的神像，那他们就会买。所以你在那个岛上很容易就看到，就路边就一个坟墓的样子啊，没有墓碑，没有什么，那就是飘过来的尸体。那本来是这样埋就算了，也没有人，偶尔有人放个纸钱，可是他们会托梦啊，他今天就跟某某人托梦这样子，而且他很奇怪，托梦特别容易找民意代表托梦，民意代表就被托梦说啊，他在这边需要一个庙这样，然后他们就集资，大家就。把它盖的是比较简陋了，那因为也没有名字嘛，所以姓刘就叫刘大王，在老头山就叫老头大王。它阴庙的好处是，譬如说被求寿吉，对，像你看威力彩，对不对？要十亿了多少人？那正神不会让你去，对，你去问天后，你去问妈祖说，那出什么百六没戏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啊，所以只能问这些。阴神哦，就像什么济公也可以问嘛，对不对？猪八戒也可以问啊。以前那个花园新城有个李斯科庙，就是当年抢银行那李斯科，他的庙花园新城那边旁边新店吗？啊，新店花园新城李斯科庙啊，就你就要看快要那个，反正要出被开奖了，就得人去拜了。然后之前还拜过 V 国宝啊。林伯武一个杀人凶手，他死掉不知道怎么他也变成神带去拜了。啊，这个嘞。这个是另外一种的阿兵哥，因为在战地很容易阿兵哥，譬如被水鬼摸掉了啦，或者是说同僚之间不是土地公不合，不是不合的时候，然后开枪，他给他塑像，就把他只是找一个像去拜啊。其实因为就是说你这边发生凶案，譬如有一个兵他被另外一个兵欺负到他受不了，他说哎，他终于要调回台湾，结果那兵说我知道你调去哪，我回台湾会找你，他一会儿那天晚上就开枪把他打死了，就真的还打死连累其他的人，那兵一定会害怕嘛，害怕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刚刚讲。为什么要人要有神？神一个是我们有所求，需要这个神，我们要求功名，要求什么平安健康。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害怕，那找一个神来拜。那这张拍的好美哦，这张。哎，就是这个两个都是那个白马尊王，背景是海的哈。这两个又是同一个。哎，这两个也是同一个。你给他做准的，我想就给他一个推了呀。没有，因为你晚上你在他们的关系，我也没有照顺序拍，可是你是啊，这个波光粼粼，真的是很美。是很美啊，对，我们是用风景的态度去看的。哦 ，OK， 啊，那个怎么不会一对了吧？没有了吧？没有一对的了吧 ？OK， 哈，对啊，你够疲累，我看。来，有遇过一个引火自焚的神明哦。哦，这个是一个警员哈，警员他是在高雄市的中正路那个警察总局那个警员，他执勤后要回家。这就要回家的话啊，他爸爸是狗仔嘛哈，啊爸爸就很开心要去帮他买宵夜，我出去车祸啊，
弄一个抓大昏迷细缸。啊，这嘛去这个他姑姑是在台北，他说是去台北那个介绍去拔杯，去新庄这个地藏王庵的啊，地藏王庵的拔讲啊，无这个代志是不是来找这个高勇，那个妈祖呢？啊嘞，作死啦，死啊！变来找我，这嘛因囝。因为伊出车祸是伫高雄，啊，因他姑姑比较知道问神这个方式，啊，他姑姑去问，安尼，啊，这妈祖讲，啊，不，你去高雄要去找迄个妈祖安尼，啊，这摆来哦，咱来问，这摆我那问都问无啊，问无了，我做是毋是要出签诗，嘛，拢两杯啊，这摆吼，做咱冥冥之中有真正注定的吼，做尾讲要问签诗的时阵，发一通电话卡来。他过阵帮宝贝嘛，啊，都也手比较痒，啊，你无你先听嘛，我就边等你安尼。我看伊讲，我即摆问代志啦，嘿，我带去等你，啊是安怎安尼？啊太安尼，啊搞烧什么物件伊？安尼，哦好啦，我去等你。即摆我咧讲我是安那什么代志？啊讲因倒火烧啦，啊我拢昏了哇！他老爸是住院昏迷四天。啊，佮剩一个火烧，我再去家庭去搞他呢。啊，我是安那靠烧什物件？伊讲无烧，到三个楼我烧的行为啊吼，行为含神烧伊尔。我惨啊！我啊，这老爸我含心肝想我袂活，我想我可能袂活。神他们家的佛堂烧掉就对了。嘿，啊，这个行为都啊有小小块啊，啊神迄阵托定讲烧伊，头断伊啊，规个枯伊啊，对啊。我讲啊，我惨，我心肝想讲啊惨啊，安尼我确实袂活的款。这老爸昏迷四天啊嘛，搁这情形，那甚物怎么先休息休息啊？哎，我怎么讲好啊？无我安尼我好个我来问讲，安尼是毋是你人爸爸身体含神拢出两种签诗是毋是？哎是啊，就是啊啦。你也无这种电话来，我搁唔知要问神嘞。哦。啊，今麦来，今麦来出人这四句签诗啊，这四张签诗。第一张这个签诗哈。一重江水一重山，谁知此去路艰难？我看啊，这就讲这前两句我就感觉啊昏你啊，这可能机会就少呀。任他解救终不遇，是非终久未得安。哇，我看特别贵啊。安尼。但是第二句再看，命中正逢罗贝关，用尽心机总未休。哇，注定解死劫啊。安尼。第一句特别贵，第二句命中注定。安尼。然后作福问神难得过，下世行船上高滩。你要问神找神，嘛歹解决啦。这个搁浅啊，搁浅啊，上高滩啊。但是那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你看第三句签诗啊，长江风浪又渐渐静，于今得尽可安宁。好像波波浪浪，好像又平静了。必有贵人相扶助，凶事拖出见太平，变好了。对，而且是良遇春生，落难又得救。这今天吼，不要解签诗会灰啊。这个可以啊，啊，所以签诗是一支无好，会使搁抽一支安尼。无啊，一支了，还搁问看第二支无？嘿，这是搁问看有无？啊，最后一句是最后一张是劝君把定心莫虚，前途清吉喜安来了。你这个你的事情你不用怕。到底中间无大事，又遇神仙守安居。对，这个妈祖教我这张签诗最后一句重点，你背后有神在帮忙你，就又遇神仙守安居呀、啊。我行。事实跟我的签诗不符。你宝贝车祸昏迷四天，厝里要问时阵厝里火烧，啊，啥物唔烧烧烧烧死？这别人想嘛，讲这阵是有奇怪。安尼，啊，签诗出来，佮原本无救，即马来还佮有救。这我感觉有点疑问了。好，我进来，我看这个神的这两句签诗安怎讲？安尼，这两句签诗，第一句签诗。云开月出见分明，不须进退向前程。婚姻皆由天注定，和而亲吉万事成。王昭君入冷宫，遇汉文。王昭君好像是被打入冷宫，被毛延寿陷害，在打入冷宫，然后又被汉文救出来。啊嘞，第二章签诗，最后这个签诗讲神呢，我就有点蹊跷了。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不会神呢，为什么最第二章呢？佛前发誓无异心，且看前途得好运。此物原来本是铁，也能变化得成金。这个代志不能变无妨啊！原来本是铁嘛，可是最后又得成金，又越来越迷糊了。又我又越迷，为什么？好像这个两字签诗，不是无好的事呢？啊，你无好的事，不是这种签诗啊？安尼，即卖伊这个男生说，他因为他家里
刚那个消防车来他赶回去，他明天那个再来解个解释后，你想等？啊嘞，银行我就知，我银行一定忙嘞，啊嘞。即当天晚上我就做那个梦了，梦到我他带我去他那个他爸爸是住在那个长庚医院，昏迷那边四天，我就去那边看。我梦中就是我讲讲梦中的情景，我去那边，看到很多人在调停调解事情，然后他爸爸站在旁边，然后很多警察要抓他爸爸，手铐真铐好了，手铐铐好了。他我觉得背公啊，我梦中他是叫他背公，牢牢的啊嘞。背公说啊不，麦拿利亚来，我欠一些文件啦，你麦拿利亚，俺袂使，你注定啊啊嘞，啊不安尼啊，你掠我，啊我还没走，啊你麦利亚啊嘞。也做为难嘞，做为难，你要忽然去出现一个背公的背公啊，那叫啥？背公照是不是？哎呀，背公的背公，背公的背公就是要更老了，要更老啊嘞，来说情，我喝了。讲讲之后好了，好了之后呢，他要签署一个单子，就是要这个人要抓走啊，那个背公要抓走啊，那个他爸爸哎要放啊嘞啊，要签署那个好像是和解书啊，签署完之后，那我梦中看一下四个字。叫饮水思源啊，四月里，啊嘞，这梦中嘞吼，明明点啊嘞，结果后来那个背公跑过来，拉住我的手，王老师，等一下哈，我的骨灰哈，你帮我收着，骨灰啦哈，以后帮我入殓，或许我还有机会，啊嘞，对啊，然后那个背公坐，就跑又跑来旁边讲，那就麻烦你了啊，有啥物代志呢？你开有啥物麻烦哈？你开找我，啊嘞，啊我住一家。一开我拐杖给我看，两字车程。车程，嘿，阿弟，车程，屏东。屏东。讲完之后，那个背公忽然就拿那个一桶汽油往身上倒，正当他打了那打火机，一直都烧起来了。烧起来，我从旁边吓了一跳啊！吓一跳，我在哭啊，还哭啊！那个烧完之后，那个人就变成一灰烬。灰烬。灰烬。然后他那个背公就把那个灰烬包好了，拿给我，就麻烦你了，我的亲家。清醒，清醒起来，清醒起来！我讲啊，王老师，等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哇，你晚上睡觉很累，努力不劳，累呢。他也是车程福安宫了。咱们没见的时候，车程福安。